惯了就轻松一点的了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啊，佳美，我就把它录制一下。温度控制得好呢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不好不行。对，我是那天的那个酒楼就在那里来那个啊，我叫他家里面的啊，他家没粉，泡进去搞到我这里都烧了，我这里还烧了泡啊，太高啊，啊，我这里烧了泡，大爷，不能告诉你。是是是，这温度也很重要的。炒得很干净吧。